我挺喜欢又做学生又做艺人的生活。上学的时候上学，周六周日就会到成都这边录节目，然后也算玩。学生和艺人的身份都很重要，学生是自己应该当的一个角色，艺人呢是自己兴趣爱好，很小就可以比别人早一点靠近自己的梦想，是比其他人都幸运的。一个组合的话是要共同的进步的，我也一直在努力的在训练自己，他们也会一直帮助。千玺一开始很高冷，接触久了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人。王源平常工作的时候就很认真，玩的时候就特别小孩。你看起来他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，其实他的内心是一只躁动的猴子。我的梦想就是我们三个一直健健康康的，在艺人和学习方面都稳步上升，稳步进步。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在一个超大的舞台上看演唱会。十年演唱会吗？一直很期待那个演唱会。很多人说小孩什么都不懂，当我们用认真走出的每一步去实现追求梦想的十年之约。 Enjoy my life， 我们是 TFBOYS， 我们在 QQ 空间分享生活。